第一次玩我要翘课。咦，玩什么破游戏啊，浪费我时间，我就是无聊死也不会玩你。哼。第二次玩我要翘课。这游戏好像不错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？哎，还挺好玩的，哎，有点意思。第三次玩我要翘课。啊，我求你了，把我手机还给我吧，让我玩。我要翘课。太难了，活不下去了。Joypad 分享精品，传递快乐。